大家好，我是武教。今天我们玩这的异神的论证第二天，花叶进步的脆弱，还是和昨天一样，先攒能量。须弥的音乐还挺好听的。打怪，把这小怪打死，攒能量。确认安全距离，就是超级风魔块，黑之翼，平断昼夜，沧海之约。我们家沧海之约的人都死了。哎，帮帮忙！我们走吧。眼术如何呢？无力心机，也很疼。会攒满，攒着要攒满，攒满不可以站着，原地不动，攒着攒满。可以摆 pose。得远一点，要拍。他自己打挺难打。还有这西弗里特式，而且是漏网之鱼啊。丝线。不是全爆的吗？应该全死啊！等等，那片片花钻出来，按一下 E。好了，又要打了。没办法，全程爱意。超扩散态。那就是给大家试用星海的吧，星海都连续出现两天了。就星海比较不容易死，是这意思吗？重叠了吗？可以打到5000分。别担心，现身吧，奥兹。工程收工，收。这东西是真能钻呐、啊！确认安全距离，就是超级风魔块。纸叶换线，眼术如何呢？你很疼，不会把我打死。以断罪之名，超扩散态，西弗里测试。拍照，拍照。10秒。没办法，5000分，只能在一两下吧，一下还是一两下？还得一下，快出来！哎呀，按不到，差一点5000分。